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洗礼，如今已发展成为集研发、制造、营销、服务为一体的中国最大的阀门制造基地。企业占地面积680余亩，总建筑面积40万平方米，拥有多条国际领先水平的铸造流水线，建有铸造、机加工、组装、检测、喷涂、仓储等60多座现代化标准车间，拥有各类加工中心、车、铣、糖、刨、磨等生产设备3000多台套，年产各类阀门10万余吨。产品品种200多个系列，4000多个规格，各类高中低压阀门构筑其远大丰富的产品体系。产品可采用众多标准生产，材料齐全，在这里全程垂直一体化生产和一站式采购的经营模式得到了充分体现，远大已形成设计能力优、生产效率高、产品品种全、交货能力强、服务范围广的企业营销格局，造就了一批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竞争能力强、安全环保的高端产品群。卓越品质，品质是信心来源的第一保障。远大已通过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以及美国石油学会 API 6D 认证、欧盟 CE 认证、韩国 KS 认证、俄罗斯 GOST 认证、莱茵防火认证，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 A1、A2 B 级制造许可证和 B、B1、B2 级铸造许可证，涵盖了阀门行业几乎全部的资质认证，多套国际管理体系在远大有效运行。同时，集团建有机械性能、理化试验、形式试验和材料分析实验室，具备先进的 RT、PT、UT、MT 检测设备及检测手段，一批恪尽职守、专业规范的检验团队，为打造高品质阀门保驾护航。每一台产品、每一个零件都在一流的设备上、一流检测手段下、一流的运营体系下，沿着高品质的轨迹运行。创新是品质领先的制胜法宝，强大的企业技术团队为实现以国带进的创新战略，积极开发高精尖特的创新产品。为加快创新研发，公司技术部门先后与国内众多高校及各大科研院所积极开展各种技术合作，并在公司设立博士生、研究生实习基地，目前已形成了新品研发、样机测试、整机量产、质量控制一整套完备的创新。